刚你考的就正确。151。对，谢谢，拜拜。这里应该是新盖好的地方了，没错，小时候来过。拿完行李也将近12点了，但我们还不能休息。是的话，那我们就去搭车咯，希望能赶快找到酒店，赶快回去睡觉。我现在也累了，等着休息咯。因为我也睡懒觉，睡到10点，怎么叫都叫不醒。对啊，我怎么那么喜欢睡觉？高中一年级。哎，那个雷。叶伯年。啊，忘了。干嘛？里面有一股发霉的味道。哦，这个冰箱哦，什么东西拆掉啊，超累，你知道吗？上次多累，你不知道，一直坐着上车。最近有没有请别的演艺场？知道，你看到全部都贵的东西，没有东西啊，贵，从我拆掉啊，他妈他那个。那个钉子，那个那样一下全部要拆，那不过的马桶爆掉了。这个是你没办法的原因。啊！你工作上你做了半年，看哪个有用吧。哎，用就在那。美丽，所以你有采用的地方。去到那边，把这个拆掉，快点。好，怎么拆？问你啊，自己研究。好，我研究一下。那你现在在干嘛？拆啊，拆这个，一个一块拆下来。好，现在转这个螺丝。这个柜子非常坚固哎。我刚刚躺在上面，它都没有，完全没有吱吱作响。妈，你在干嘛？妈，你在。你这个就是讲西字嘿。妈，你在收瓜。收瓜衣服。还有瓷器。嗱，呢个咧要好地摆啊，因为咧。为什么要好？太 heavy 啊！好，这是瓷器嚟噶。那很脆弱啊，那要好好好好小心放。这冰箱的话，还有食物哎，跟以前看到的其实差不多。我们看一下厕所好了，厕所长得差不多。我手超级酸的，我根本玩不起来了。你屈肌可能撕裂了。我都调理到这边。好，那吃这边。过来忙吗？好累哦，叶博元。我把你酸，手好酸。鱼皮，你面都还没来啊？面太久了。就是这个，那我还吃一个，菠萝面包好了。再讲，港式菠萝包真好吃，真的吗？嗯，在哪里？鱼皮，切了一口，满满的糖浆，配上奶油，好爽，好爽。
香港啊，香港的什么？香港岛。对，我们在香港捷运站。现在是香港的中环街头抗议啊，然后中环向善，咚咚咚咚咚，我录影存证了啊，叶文你不要到时候不能出境就在那边哭哦。你知道这边大学都讲英文吗？香港大学中上台报都讲英文，装逼啊。优越啊！那你会讲英文吗 ？I know English, but you speak. I don't know English. 但是红灯号也太久了吧，操！好热啊！这边是香港岛的码头，天气放晴了。今天早上。上午搬沙发的时候下暴雨，因为我脸脚应该干的吧？我没有试过。好、哦。叶博，你还想坐摩天轮吗？摩天轮，从哪里来？坐。想拍了吗？叶博，想不想坐摩天轮？不要。我们爬上去好。对面就是维多利亚港了、啊。维多利亚港的夜景听说蛮厉害的，感觉还好。夜景啊？乌鲁斯？那是什么乌鲁斯？乌鲁斯啊，南瓦基尼。我昨天这边。香格里拉，还贵吗？十块钱啊，要吗？试试看。对的，港式。酥皮要不要？还好。啊？还好。觉得怎么样？普通吧。好吃吗？普通吗？还行吗？还行。普通都还行。好、啊。叶伯年，我也好想要念的大学，捷运可以直接到校园里面来。还好，这边好热。然后偷偷摸摸的小偷啊！要我拍吗？这个是他们的衣图。哎呦，24小时自修室哎。有人吗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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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没有。你操！我要进去啊！哎，为什么他们的医学院看起来那么屌啊？这什么？哎，有水、欸。喝水啊！你告诉我，你发了。哎、欸，他装水啊？放哪呀、啊？那我手上还可乐，傻了又你。哎、欸，这边有厕所哎、欸。你们看之前不是讲英文的吗？
他们都选英文了，但是我会讲这样子。可是他外籍人真的很多，对吧？嗯，外籍人真的很多。这里本来就是英文学校啊。啊？英文学校啊？英文啊？你爸不是说就会讲英文的吗？是吗？貌似。哦，这是教室啊。可以看吗？可以讲，可以看。坐下来。看得见。费尽千辛万苦，叶伯，你终于走到了海边，传说中的维多利亚海港。风景，看，终于看到了。又不会来吃一下这个叉烧。还好啊，夫妇有点硬。嗯，不可以啊，有点硬。是礼拜天的早上，要准备 check out 咯。看一下四周围的风景。哇！天气不错，什么都好看。叶博文还没睡醒。珍珠一样，这是透明玻璃耶，酷。水族箱啊，这边是钥匙，把钥匙了，推一下。你刚刚拉得起来吗？可以吗？啊 ？OK 了吗？可以啊。来考车。好的厉害，对吗？看一下。
它没有那种蛋糕类比较厉害，看起来的热肉可能还好。那水果真的还有啊？哎、欸，榴莲焦糖炖蛋，你、欸、看蛋糕看起来比较特别。哎、欸，马卡龙，它这里面都榴莲啊，就喜欢榴莲，你知道吗？你爱泡，我看起来比较厉害啊。我在这拍一下。叶文也非常凶狠。我这我吃饱了，然后你就一直问我要不要吃，妈的！我在哪玩？你很吵，你知道吗？很吵，是吧？其他真的太热了。这个价钱跟你们差不多。叶文，嗯，有点不太妙哦。不知道这个时间。这超级不妙啊！他的你妈哎！给大家看一下香港机场的样子。哎，那我们刚刚不得不说，香港机场的摆设真的蛮有质感的，蛮漂亮的。刚刚一路一直跑，一直跑，一直跑。才到这边来，真的超累的，而且还没有时间找叶慕莲的 iPad， 哭哭。